们叫 C2 啊 ，C2 我们是用那个傅老师那一本这样，但是那个有一些原件，因为我们是高阶，因为你已经是三年级啊，我们初阶的已经那个 C2 已经教完了啦。如果需要前面讲义的话，就再麻烦回去看。这个话我们就是讲一些比较高阶的，高阶的话可能就要需要加装一些第三方元件，所以我们稍微提一下一般第三方元件它的装法跟说明，其实很快的讲一次啦。这个第三方元件大概有分成三类啦，在 C2 里面就是所谓的插件，然后另外一种行为特性，还有一种特效。那它所放在的目录大概就是 C2 的目录，在接下来在 Stage 就是子目录啦，C2 目录原本你 C2 安装程式的所在的目录下面有个 Export HTML by Plugin 在下面，放在这里面。那另外行为的特性，如果你的插件的话是放在 Behavior 下面，放在这个路径的下面。那你一些特效的话是放在 Effects， 再分别来讲，待会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路径。好，那这个 C2 的讨论区有一个 Completed Add-ons 的一些 Effect， 你可以去一些资源上面是有啦，上面是有，那就麻烦这个到这个地方，你回家的时候啦，那这边因为还原卡每次就还原哦，所以没有什么办法去使用哦。你待会可以试着去，你用那个 download， 在这个地方接这个网站的时候就会到这边，这边它会有一个不是很明显的 tool 这个地方。就是麻烦下载它的三方插件这样子 ，tool 它不是 download 的，所以你要特别小心一下，按这个 tool 才会。那你如果不能下载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 error 啊 ，error 可能就是你这个 TLS 没有打开，就麻烦打勾一下。那这个在浏览器的网际网络选项里面的进阶，再把它打开来，这样就可以按确定，然后你再重新的去下载一次，或者是开启这个网页，这样就可以了。OK。好，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就麻烦这边要做修改，这个要打勾啦， PSU 的 PS 版设定，这个应该曾经用过吧。好，那这个工具我们待会有时间的话我们会示范一下，因为你那个下载下来就执行就可以了，它有个执行档，就是我们把这个 tool 它是这个 zip rest 这个 zip IX 然后 version 3.zip，就下载下来，你只要把它解压缩就可以了。那它有一个执行档，你把这个解压缩里面有个 app.exe， 它其实就是执行档啊，不要想太多，就是一个执行档。那只要在 administrator 的 mode 下面，就是系统管理师啊，你针对这个执行档按右键到系统管理师的身份去执行，这样就可以，它就直接会帮你安，应该是你还要再指定一下目录啦。它会帮你去安装在这个下面，就是你指定你要安装在哪边呢？我比较建议你是在装安装在 C2 的目录下面，这就是 C2 的根目录啦。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C2 的目录是指的是这一个 C2 的目录，就是这边的 C2 的目录指的是这一个 C program file 是64 bit 的程式，它的名称预设是这个，放在这个下面就可以了。好，执行完之后它还没有装哦，一开起来的时候它就说有新的版本，就是麻烦你去选一下 list download all 哦 ，list 在这边有个表 list download all， 它就会下载。那下载的时候有可能会中断，因为它速度很快，有可能是它过头，它没有连到这个档案，或者是有问题，它就往下一个，所以它会有剩下一堆没有下载的，所以就麻烦再执行一次。好，执行一次。那这个网站有英文的啦，那你如果看得懂就看，看不懂的话其实就大概就已经帮你翻译成，就是截录成这个样子啊，就是已经帮你翻译成这些 download 的，就是麻烦你再执行一次，就是如果你还有红字的话你要再执行一次，就是再执行 list download 的，一直到所有的都是 latest 是最后的版本，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没有红字啦，简单的说就是全都是黑字，这样子代表下载完成，下载完成就 OK 了，就是你要再选择一次 again， 直到所有的 status change 到这个 latest， 就是到最后版本，没有到最后版本就代表说还有比较新的你没有下载，就麻烦下载一下。它的
套件很多，就足够你去使用，你要做什么应该都算蛮够用的。好，但是这个 C2 要重新检查一次啊，就是重新启动，好，你才会看到这些插件。好，那这个是Rex Rainbow 这个彩虹，好 Rainbow 这个他所给的插件大概100多个啊，就是非常友善，这些都是免费的，好，它的插件可以做到一些功能 ，Fuzzy 做到一些功能。好，那这样子。我们待会可以对应一下，因为我们刚有提到过，在这个 C2 的 folder 下面，你的插件会放在 plugin 下面，所以你的这些插件，你有没有看到 ANN Fuzzy 在这边也都有它的名称，前面冠上 Rex 这样子，所以资料夹就跟这个是对应的，我们可以自己制作也没有问题。好，那其他的插件的话，就麻烦你自己到它的网站上面，这个附件在这边，还有三种，我们刚刚有提到过 plugin， 好 ，plugin 还有这个 behavior 行为，还有 effect 三种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一一的帮你下载，需要的话再去看一下，再把它下载。方式安装的方式应该也是大同小异。这是自动，这位仁兄他所提供的自动安装程式啦。那除此之外，我们会教手动的啦，比较简单，就是比较直接啦齁。那注意的话，我们刚刚提到过，因为它安装后的档案是在 plugin 里面有相对应，所以其实你把插件的目录直接解压缩出来之后，会有四个档案，这四个档案名称一定是这个样子齁，一定是 comma， 当然内容不一样齁，不同的插件档案名称是一样的，但是内容是不一样的，你放在的目录也不要一样哦，你不要都用做的 plugin 哦，每一个资料夹都那就盖掉啦哦，就是盖掉。所以不同的插件，比如说这边是 canvas 哦的资料夹，它的插件就叫 canvas， 就是你安装完中之后，在这个 C2 的物件库里面，它就是那个名称呈现，你的资料夹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基本上是这样子。大致上是这样，所以你不要重复啊，重复就是名称你不要重复，好，档案一定是这四个，少一个不可以，名称一定是要这样子，不可以去更改，只要拷贝就可以了，只要 copy 就好了，就是别人给你的插件，你只要把它解压缩成一个目录，目录把它丢到这个下面，这样就算完成，重新启动 C2。插件就进来了，你就可以去使用，物件就可以去使用，这个是方便啦，别人做的物件你可以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不要再重新自己写，这个就是很简单，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copy。 好，那个行为我们刚有提到过，插件有三种，一种就是插件 plugin， 一种就是 behavior， 另外一个是 effect。行为一样哦，行为的档案结构跟安装的方式copy 就可以了。很多老师那为什么第一种他做的动作其实也是 copy 啦，只是他帮你做完就这样子，因为他东西太多了，你一个抠抠抠不知道抠到哪一年，这样他就帮你写一次程式，就把档案抠进来，这样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手动的程式写自动这样。 behavior 一样也是放在他的档案结构，所谓档案结构是一样，这四个档案名称一模一样，只是内容不一样，它是行为的插件，一样，但是你要丢到 behavior 下面，不要丢到 plugin 下面，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另外第三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过嘛，前面最前面第一页不是有提到第三个，还有 effect 就跟前面两个不太一样哦，前面两个是资料结构，一共有四个档案，然后必须要放在资料夹内，就这个资料夹我们这边有提供吗？ HTML file 有没有看到 plugin， 放在 plugin 的资料夹下面，这资料夹下面每一个都有一个自己的目录，都有自己的目录， 这个目录打开来就是这四个档案名称，每一个目录的里面的四个档案的内容名称一样，但是内容不一样，内容一样不就是同一个元件，所以内容是不一样，但是档案一定要以这个四个来命名，这样子。好，那
插件怎么制作，我们这边还没有再教啊，有空我们可以去教一下插件怎么去制作，就是这四个答案，行为也是这四个答案，但是特效就不一样哦。特效没有子目录的结构，这我整理出来给你，就是观念一定要特别注意。特效没有子目录结构，所以没有子目录结构就是说，它没有 在下面再放个子目录，它就是两个档案的，就是点 fx 点 xml， 我们待会直接看档案就可以。我们把插件做完之后，你就可以运用 third party， 就是第三方的来帮你做很多事情啦，你就写程式就更容易了，写程式就变成非常容易。好，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档案拷贝到 effect 下面。老师，那这样子每一个都一样啊？不一样哦，因为特效都有它特定的名称，所以特效 1.fx 跟特效 1.xml 就这两个档案。好，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好，为什么不跟以前前面的一样，也可能有一些原因吧。好，我们待会看一下档案结构，大概你就比较能明了。那另外一个就是把它打包哦。好，第一个方法是执行嘛，他自己写一个程式执行，第二个就是 copy， 第三个打包，打包之后也是一样，也是安装，他也是做拷贝的动作啊，也是拷贝动作。那这种方式是他有特定的打包的好的格式啦，就是里面他有工具，你就直接把它打包去 release 出来就可以。那这边有一个免费的一些资源啊素材，你可以去 C2 的官方网站下载哦，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收钱或者是把它拿掉啊，所以你可以免费下载的时候赶快下载。在网页的最下面有个 Free Bundle 34MB， 就麻烦你们快速的下载一下。好，那这个 Free Bundle 里面就有这些免费的资源，包含 Music Sound 跟 Spirit 精灵，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啦，给你的一些讲义。那另外有一个我们在第一个范例中用的这个拼图啊，这个拼图有一个插件叫做 Canvas， 所以我们会待会会有空的话会示范一下这个插件直接操作啊，你就会知道说，这插件就这样进来了，就放进来。那麻烦一样，我们到这个网站把这个解压缩 Canvas， 我们刚有提到过啊，我们用 copy 是最简单的嘛，大家就会 copy 了这样子。好，我们就把它下载，就只要做三个动作，第一下载，第二解压缩，第三拷贝就完成了。所以这个汪汪先生就提供了 Canvas 这个插件，它的插件的话就是可以帮你很容易去做拼图这个游戏。好，所以我们一样三个动作，第一下载 zip， 第二解压缩，第三拷贝到这个 plugin 下面就做完了，这插件很容易。那这个插件的话我们待会可以自己做一下啊，所以就拷贝嘛，结果我们去 C2 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它有一个元件加进来，就刚好就是 Canvas CANVAS， 就跟这边的是一样的名称，就可以验证说你到底有没有做对啊，不要乱用。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待会教你怎么去做。好，那这个你说老师啊，那个 C2 到底在哪边呢？ C2 到哪边？在这边呢，它资料夹，我们到去内容。好，内容会有一个叫做开启档案位置，就是所以你也可以念得出来它在哪边， C program file C2 嘛，在这下面。所以我们刚才讲的一共有三个重要的资料夹，第一个是 export 下面有个 HTML file， 所以行为在这里 ，plugin 在这里。老师，那个什么呢？effect 在外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所以我们用依序的来说，这个 export 再念一次 export HTML file 里面有 plugin 这里面很多，但是刚加的没有，对不对？刚加的没有。好，那另外一个资料夹是行为，它也是一样，行为。好，那我们来开随便开启一个，所以就这四个档案，因为没有概念。好，我们再开另外一个资料夹，还是这四个档案，但是这个四个档案的内容跟前面那个是不一样的。好，那 effect 我们刚有说到啊， effect 的架构就跟这个不太一样，它只有两个档案，就是 .fx.xml， 还记得吗？好，所以它没有资料夹，它就直接用档案的名称
当做区别啦，哦，区别，因为它只有两个档，它只有两个档案，所以就不想再分目录了啦，就反正就是两个档案，用档名来去做区别就可以。点 fx 点 xmu， 每个都是一样，每个都是一样。哦，点 fx 点 xmu 生一个配对啊，做 effect。至于里面格式，我们有空再看，这样子，哦，是怎么样去制作的。好，这个部分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操作一下哦，操作一下。操作的话，我们要给你档案哦，你们就不用下载了啦，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但是你去那边下载的跟我下载的一样，那个网址啊，网址上面有说明。所以因为可能又花很多时间去下载，又不是很顺，没关系，我就下载完之后给你，你就回去操作一下，就直接操作，好，我把它给你，你去那个网址下载的东西跟我是一样的，所以我就直接帮你下载好了，所以就不太需要再去下载 Serparty。 好，所以一共有几个东西，你去下载的话一共是有一个叫做 Rex， 我们因为我们的目录就是连结已经给你了，所以下载是同样一个东西，因为争取时间我们就扣给你，扣给你。好，所以这两个东西啊，我们把它解压缩一下就解开来了嘛，对不对？自己解开来了，不要解太多次哦，所以觉得比较麻烦。好，里面就是一个 APP， 就是一个 APP， 这个我们把它删掉了，因为这个执行完之后还有些 log 留在里面，就是 APP。 好，那另外一个档案就是把它解压缩之后就是 canvas， 我们说 canvas 下面一定是有这四个档案，没有问题嘛。好，那刚才那位先生给你的是我们书中会用到的这个，好，讲的是不是太快，讲是不是太快，继续开始啊。好，我们把那个我们刚才说过了，你下载的档案你就把它解压缩，解压缩第一个步骤就下载，第二步骤解压缩，第三个步骤 copy 或者是执行嘛，就解完了，就做完了。好，我们就执行档，对不对？就把它执行，不用客气哦，不用客气。当然我们先没有开 C2 哦， C2 里面保证没有，因为我还没装 C2 里面绝对不会有这个文件，绝对不会有这个物件哦，就我们就不用 check 了，哦，我们不用花时间再去 check，就是肯定是没有的啊。我们到 C2 因为是64 bit 啊，所以我们去64 bit 这个地方找啊。我们说过了，我们这个Concert C2 你要安装在什么地方，这样子啊，安装在什么地方？有两个资料夹，你的 C2 的资料夹在这边呢，因为它是叫你指到 C2 的资料夹，不是叫你指到 plug in 哦。你不要一直指到 plug in， 因为这是 C2 的资料夹 ，C2 的 folder。快十分，老师。